而且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饰演总统的杨烨大哥已经准备踏上我们的红毯上了。是不是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总统，掌声欢迎总统。对哈，沈大哥，就让我采访一下，不会怎么样？你说的漂亮，总统，请问最近国际潮牌上有什么想法？总统，你的思维差点把我推倒了耶，总统，你无视这一切吗？总统，总统，我们这一切是不是让大家吓得好大一跳？是状况剧，这个状况剧让我们不仅揭牌，国际潮牌社，听台湾，这是台湾，耶。在亚洲甚至乃至世界上第三波民主浪潮里面，在这块土地所诞生的民主化的故事，其实是一段非常独特、精彩、有魅力的故事，还有应该被好好的来述说啊。那么，而且在走向民选总统这个历程，其实代表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想要勇敢做自己的奋斗史。那这样的一个心愿。我们今天终于看到，即将踏上第一步路啊，那么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啊。那我想这部作品啊，它一定会是台湾影视文化跟民主化的里程碑。怎么说？这部作品的推出代表我们的影视文化有更成熟的类型的作品啊。那走在国际上，一定会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文化输出的作品。这一次呢，国际潮牌社呢，可以说是动用了不少人哦，而且呢，都集结了我们金钟金马的巨星，光是这个卡司阵容，就让很多人都很期待，而且呢，在还没有开拍的时候呢，就让大家的贵宾